想要挑战3万元的高额奖金的朋友有福了！2010舞动东海岸乐舞达人竞赛选拔暨研习计划即将在10月2号、3号在美丽的东海岸举行。各位东台湾的观众，大家好！风景秀丽的东海岸，因为有你的表演而会更美丽。东莞处即将在10月2号、3号举办乐舞达人的比赛。这个比赛呢，就是希望在东海岸有各式各样才艺的居民。也不管是唱歌，或者是跳舞，或是各项的才艺，只要你有才艺，我们就希望你们来参加。希望大家可以在风景秀丽的东海岸，除了风景漂亮之外，因为有你的表演，使我们这边更有更多元、更丰富的色彩。东莞处欢迎您，就是踊跃参加我们乐舞达人的比赛。欢迎爱表演、想表演、喜欢表演的台东乡亲踊跃报名，洽询专线089-23-23-28。以上新闻由东台新闻部的综合报道。